老师，您进到这个简报十九页这边哦，虚拟摄影棚。如果你需要一个看起来比较像虚拟摄影棚的背景，你可以试着找这些关键字，网络上找也好，或在 Canva 里面找都可以。好，反正 Canva 里面有很多这些图库嘛。那我有帮大家就是做一个那个 Canva 的专案档，啊，里面我就把我找到的我就放在里面，这样 OK。好，你就可以用 Canva 的素材，我们比较不会有版权问题啊。那你如果网络上找的，可能就是要看一下，哦，它的版权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来补充一下二十页这个。刚刚我们用一定要真人演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不想真人演出，请你找二十页这个。事实上，我们的 LINE 里面也有了 ，LINE 会议室里面也有这个功能。好，那但是我们今天你就可以用这个哦。那一样，我有教学文章，它的官方网站你可以从这里打开。好，那记得哦，老师，如果你现在这个网络摄影机有开，请问那你会不会抓到？抓不到网络摄影机哦，所以请你在这边，如果你还在这里的，请你把你的网络摄影机就直接关闭，这样待会你打开那个服务的时候，它才会抓到你的网络摄影机。好，哎，要记得哦。关闭一下。好，你看我把这里打开了哦，这里。那它载入呢，可能要一点点时间，好，但是你只要用浏览器就好了。好，进来了，虚拟角色这里就有了，有没有？ 3D 的。你可以用滑鼠滚轮，好，往前往后，这样。来，老师，你们的有找到这个吗？简报二十页。简报二十页的这里有一个叫 Calido Face 官方网站，记得网络摄影机等一下要先关掉哦，不然如果你要用操控它的时候会找不到。老师进来之后预设有一个，那可不可以换角色？当然可以，请你找右下角有没有一个角色，按下去它会出现在左手边，有没有一些角色？所以你要可爱一点的，你就自己换。事实上，网络上也可以找得到，啊，有一些就是像这一种的。所以你看这样有没有？马上就有一个角色出来了。那你如果要换衣服，有些模型有衣服可以换。哦，这个有裤子，哦，这个有上衣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看不出来，这样了解。它旁边有这个，那你的背景啦，也可以换哦。你看我在这边，这里有背景，有没有？你不一定要这一个，它的背景有什么？有单色的，也有 3D 的，有 2D 的，你都可以去选，看你要什么样的背景，都 OK。有没有都找到了，就它的控制都在右手边这里，都在右手边这个。你看人角色的控制，那角色里面的衣服，那背景是上面这个。事实上你有看到电话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也可以做线上会议啊。每个人都是都是虚拟人物，就像元宇宙那个概念啊。这样可以理解吧？好，哎，老师，角色都设好了，就不要客气，中间最大的就是要等你了。网络摄影机按下去，让它可以存取你的网络摄影机之后，你们就可以对接了。这样有没有感觉？就像阿凡达上升了。啊，阿凡达不是做这件事情吗？到另外一个世界就进去了。各位，你有感觉到我现在这样就有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有了，但是我必须讲哦，如果你电脑效能比较差的话，还是有影响的哦。那请问，它是只有上半身，还是连下半身都可以动？连下半身都可以。我怎么知道呢？你看右上角这里，右上角有没有一个齿轮？把它按下去，你看有没有一个叫 Full Body， 一个叫 Face。所以如果你希望抓全身的，你就点 Full Body，
所以我要站起来了。各位，据说脚也是可以抬起来的啊，他没有抓到，因为我网络圣经没有抬到脚。这样，哎，但是女生这样不行，这样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蹲低上来，这样可以吧？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所以有没有感觉？以前我们用那个 Xbox， 你要还要 有那一台那个网络摄影机，很贵的，我有买，10000块。现在已经做古了。好，所以像这个是不是就有虚拟角色了？那这个东西呢，它可以怎么样？你看右手边，你可以拿到 OBS 里面，所以你知道空大那个怎么做的吧？虽然空大那个是用硬底的，但是我们空大其实用的角色就是类似这一种的。那您看它的右手边这里，我们刚刚有用过齿轮，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叫眼睛？有没有？这个眼睛要干嘛的？因为如果你是分享荧幕画面，我就把它眼睛收起来，你会发现有没有感觉画面上控制像通通不见了？这样画面有没有比较干净？这样你在抓分享荧幕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？好，那另外一个跟我们 Google Meet 一样，下面这里变成所谓的子母画面，你看我把它按一下，有没有感觉到虚拟角色就在我的下方？哎，那我要靠近一点，我就怎么样？来，滑鼠近一点，有没有我的虚拟角色就近一点？好，那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键，滑鼠右键按着拖移，可以平移角色的位置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视角设好。那我现在呢，回到这边，有没有？这样你就找一个虚拟替身帮你了。如果我们搭配那个 OBS 之类的，我可以把背景设成什么绿幕或蓝幕，你看这个背景颜色的部分啊，这里 2D 有没有绿幕，直接去背就好了，这样有了解的哈。所以现在你看，你一台电脑这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了。以前我们需要比较大的那个就是摄影棚，比较好的机器来做这件事情，现在都是在电脑上就可以完成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这样虚拟分身大家都会了。